把人切两半，街头魔术秀超骇人。美国这段公园魔术秀吸引2400万人点阅。I want you to lay back for me, lay back, all right? And then.最后魔术师还把这对男女的上半身接上对方的下半身，让许多人直呼真是太诡异了。有网友怀疑是找身障人士演出，但也有人认为魔术师只是制造效果，而且演技还不错。这名魔术师特别擅长惊悚路数，粉丝遍布全球，这支影片更成功让他成为话题人物。东新闻，这梗是跟星爷学的吗？报道。